我们12年的朝夕相处，2年半的任务训练，彼此越来越熟悉，配合越来越默契，做到了思想统一、行动统一、目标统一。我身上虽然有压力，但感受到更多的是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决心。 神舟14号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期的关键一站，困难更多，挑战更大，但我坚信，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，有全体科研人员的保驾护航，有科学扎实的训练准备，我们乘组一定会以满格的信心、满血的状态、满分的表现，坚决完成任务。 2012年6月，我代表中国女性出征太空，无比的幸福、激动。10年后，我们再次带着祖国和人民的期盼圆梦太空，依然十分幸福。非常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，给了我们人生出彩、梦想成真，与时代共同成长进步的机会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。 我会一直心怀山海，言有星辰，永葆初心，一次次把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。这次和两位战友一起执行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，我非常高兴。如今，不管是技术、心理还是身体，我们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我们始终都是使命共同体。 责任共同体和荣誉共同体，我们有信心、有决心，坚决完成任务，不辜负伟大的新时代，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。